秦归来打火的。火的，如果你用秦归打，应该难度是双周副本吧？你知道会开技能就会过了。这款卡很简单，第一关就只有300万的血量，随便打。不过可以先变身一只啊。好，现在是2亿的血量喽。哦，比较麻烦是那个电击珠。好，这里的话是木属性，他说同属的话木就是打木没有问题，所以这边就直接敲他就行了。不过电击珠，我觉得更麻烦是每回合都要解那个电击珠哎。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麻烦的。先我叠一下珠子，这个应该还可以解吧。好，还怎么打不死？超赛了，超赛了，超赛了！我以为他很软，没想到好硬哦！完蛋，完蛋，完蛋了！我们要认真一点打了，他有点硬，好硬！我的老天！啊，两亿血量你是不好惹的啊！我应该多转一点。太硬了吧！好险，好险，我可以洗技能呢、欸，洗龙科洗技能，它好硬哦，这个不合理吧？这么硬，两亿而已耶、欸，还是我技能开太少是吗？但我应该两个新规都要变身，哎、欸、不对，我可以啊，不是啊，我每回合都可以吸满血，那我在担心什么？好像不用担心呢、欸。这边光珠骑手或许有机会可以带走他，或许。不过还是先把它变成那个，变成木的会比较好。其实我好像有点配错了，我应该带那个暗龙使的，然后让暗龙使去打会比较好。不然那边就是显得有点鸡肋了，但其实这对。慢慢打也会过啊，你就是跟他吸血也是没问题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暗元龙的话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只是电击珠一定要解掉，要不然就会很麻烦。不过有两回合可以解啊。好，直接手短，我是拼命看一回合，看有没有办法把他带走。一回合。不是把他带走，是说把他打残。这步数也是一个问题。所以我们不要动太多步，对不对？只要是对他一直造成伤害，这样就够了。然后一直吸血就可以了，我觉得。好，这也是一个打法，感觉可以开个东西了。还是慢慢打好了，反正我们也不赶时间。步数还好啦，比刚刚那个那个叫什么数字盾还不紧张，这个步数应该都会够。有效的攻击珠子基本上没什么问题，同属没伤害哦，这同属没伤害哦，那我还把它
空城木鼠的。我看反了，我以为是同属才有伤害，好晕啊！原来是同属没伤害的部分，所以我应该把它控成什么属的？水火木光暗，我应该把它控成光或暗的之类的，对不对？这样好像打会比较大，打比较痛，应该是这样。哇，太晕了！刚刚到底在晕什么的？好，我们再，所以把它变成水的，好像可以哈。对，然后打个界王拳伤害嘛，哈。这回合有界王，所以可以多转一点，对不对？哇，我这时候转太多了，步数有点尬了。还可以打一半，我觉得还行，还可以吧。反正开不完了，我们就尽力开吧。其实步数不用太多啊，都还可以的，只是一直要解那个电击珠很麻烦。可能我再重新组好，我考虑带一个八龙子炸板会比较爽一点。轻龟好弱会吗？轻龟还蛮强的吧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其实可以，这盘面贼好的。然后我想要开一个水溶石，然后我 A 盒把它给带走了。下回合有真伤，然后这有开吗？这个，哎，这个没开吗？嗯，开个这个，哎，先控个场好了。开个界王比较重要。把它变成水的好了。好，就这样试试看。这应该一回合能够带走吧？应该是。然后这边龙，攻击珠子好像有点少，所以我等下考虑开个龙科之类的吧。好，感谢俊章的30开头内，谢谢你。然后思考一下这个叠珠的路径。反面还不错，说真的。好，应该有机会过吧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开龙科，好像打不过去哎。下关要十亿耶。得开龙科，得开龙科，哇，伤害不够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打人伤害这么低啊，我以为是可以打到那种见底的，奇怪了，为什么那么低啊，我的天，好，只好再多开几个技能啦。要不然真没办法过，真是有点难。这一批是五，这一批是四，所以我只要再消一组木，你看没木珠哎，好吧，再一次留着。因为我们攻击珠子不够的关系吧，我在想，要不然伤害怎么可能那么低？超紧张哦。应该有了，好，
带走他，不然没办法。奇怪，要打个 E 这么难。对啊，小看关卡了，真的。哦，刚这样才刚好哎，这样才刚好，太恶心了这关卡。接下来就是爆发全开了，毫无悬念。哎，不过，幸亏跳 EP 了，所以现在我们要怎么开？我们想到下一关，下一回合的话，所以我们这边还是得开这个，再开这个，可以，这版面是真的不错的。再开一个的话，这个增伤比较高哎，好啦，这个就两倍啦，两倍直接给他了啦。不对，我好像用错了。应该要先把敌方变成水的，对不对？我点错了，怎么办？我有点吗？我还没，我好像没改变它的属性，对不对？好，先把敌方变成水的。好，这样应该可以了。我们不能再开技能了，没有技能开了。剩下的我们，如果还有步数的话，下回合再打吧，好不好？哇，头疼啊，这是什么钱？想一下，哇，输！抵住版面是真的是不错的。今天怎么云云的？等一下，好，我决定火出洗手了，不要跌住了。还有26步，我觉得信心满满，应该有机会。这已经消到极致了，已经是极致的表现了。一集就可以了耶。没问题，吓死我了。好痛，头疼。就这样子又过了耶。今天运气好像蛮好的齁。所以啦，清规。